轰轰烈烈的北京保卫战结束了，于谦用他无畏的勇气击败了来犯的军队，从而名留青史，万古流芳。朱祁钰也由于这场战争的胜利获得了极大的威望，稳固了自己的皇帝位置。此外，石亨、杨洪等人因功被封赏，对于明朝的君臣而言可谓是皆大欢喜。但是就在他们贪官相庆的时候，另一个人却正在痛苦中挣扎和抗争，只为了能够活下去。这位不幸的仁兄就是朱祁镇。从大同到宣府再到北京，朱祁镇一直被挟持着来回奔走。堂堂的皇帝成了人质，这个角色的变化固然让人难以接受，但更让人难接受的是，他已经得知自己不再是皇帝，他的弟弟已经接了他的地位了。对于这一变化，朱祁镇是有着亲身体会的。边关将领刚开始对他的到来还是小心应付的，但是到后来呢，却变成了毫不理会。而京城的那些人明知自己在野先营中仍然是大炮伺候，这一切的一切都告诉他，对于大明而言，他已经成了一个多余的人。而绑匪集团自然也不会给他什么好脸色看，之前野先呢还能从他的这个身上捞出点好处来，可慢慢的他发现大明王朝对赎回这个人没有多少兴趣，自己不但要背一个绑匪的名声，还要管朱祁镇先生的饭。历来不做赔本生意的野先逐渐失去了对这位过期皇帝的耐心，对他也开始怠慢起来。朱祁镇就这么陷入了窘境，家里人不要他，不会再派人来赎他了，绑匪集团也对他这个过期人质失去了兴趣，随时可能要了他的命，而他独自一人身处异乡，狼窝虎穴之中，唯有每日随军四处漂泊。应该说朱祁镇的处境呢，确实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很多被派来看管他的蒙古士兵和蒙古贵族啊，祖上都吃过朱棣和明军的亏，很多人的亲人呢，也都死在明朝的手里，所以对他是怀有很深的仇恨的。但是朱祁镇用他强大的这个气场啊和风范，征服了几乎身边所有的人，即使身处敌营，他也从未因为自己的人质身份向敌人卑躬屈膝，即使对于一些辱骂轻慢他的人，也能够啊以礼相待，不卑不亢。渐渐的呢，在他身边的那些原本对他怀有敌意的那些人呢，开始啊被他感化了，特别是野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作为一个长期征战的武将，他原本十分瞧不起啊这个打了败仗的明朝的皇帝，但是呢，自从啊他奉命看管朱祁镇以来呢，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年轻人却用自己的人格魅力不断地影响着他，即使在极为危险艰苦的环境之下，这个人仍然是镇定自若，待人诚恳，丝毫不见慌乱。渐渐的呢，他开始欣赏并喜欢这个人了，他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对这个自己看管下的人质不但没有丝毫的不敬，还对他礼遇有加，甚至还时常带着自己的妻子去看望朱祁镇，而且态度十分的恭敬，如同见到自己的上级前辈一般。伯颜的这一种态度使得野先十分不满，他也没想到这个囚犯竟然反客为主，不但没吃什么苦头，反而过得很舒服，还让自己的弟弟对他服服帖帖，他想破脑袋也搞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对于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他唯一的情绪就是愤怒，这种情绪驱使着他在他的内心催生了一个念头，他要杀掉朱祁镇。朱祁镇人生当中的又一次危机即将到来，公开杀掉朱祁镇这种做法不行，这影响太坏了。于是呢，野先就制定了一个周详的谋杀计划。由于朱祁镇住在伯颜帖木儿的营区，那很明显，那伯颜帖木儿手底下这个人呢，是不会让野先杀掉朱祁镇的。而且他的营区距离野先的营区啊，还有十几里，所以为了掩人耳目呢，野先决定在夜间呢派人潜入到朱祁镇的帐篷，哎，把他干掉。到时候即便说伯颜帖木儿有什么意见，没用，人反正已经死了，你还能有什么意见呢？可就在夜深人静，野先决定动手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原本平静的夜里突然呢狂风大作，电闪雷鸣，这还不算，天雷啊竟然是咔嚓一下把野先马给震死了。老天爷这架势一下子把野先给吓着了，在他看起来，这是老天爷对我谋杀行动的愤怒反应，老天庇护着他呢。就这样朱祁镇逃过了这么一劫，但是似乎上天呢还要继续考验朱祁镇。在他未来的道路上，有一个比野先更为可怕的敌人正在等待着他，那个比野先更加厉害更难对付的人就是喜宁。也不知道这位仁兄到底有什么心理疾病啊，反正自从他成为野先的下属之后呢，不断的出主意想要毁掉大明江山，想要除掉朱祁镇。
在北京战败之后呢，喜宁充分发挥了太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在野县狼狈不堪、无路可走的时候，他故作神秘地告诉野县：“我告诉你，我找了一条新的道路，可以绕开京城，攻灭明朝，横扫天下。”喜宁这个计划那太复杂了啊！具体说来呢，就是由这个关外呀、直接攻击宁夏，然后呢从宁夏这边迂回绕过京城，向江浙一带攻击，哎，然后呢占领南京，从而占据天下。当然了，与以往一样，他仍然向野县监狱啊，带着朱祁镇去片城门当人盾去。如果这个计划真的付诸实施，咱们且不说最终能否实现的宏伟的目标，至少朱祁镇先生很可能在某一关口被冷箭扑就给射死了，或者被火铳咣就给打死了，而沿途的军民也会大受其害。朱祁镇又一次走到了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可是滑稽的是呢，他本人都没意识到这一点，但幸运的是这一次啊，他的身边多了两个人帮助他闯过了这一关，其中一个呢就是咱们之前提到过的袁斌，另一个呢叫哈明。袁斌呢是江西人，在此之前呢，他的身份仅仅是一个锦衣校尉，根本没有跟皇帝接近的机会。但是机缘巧合，这场战乱使他不但成为了朱祁镇的亲信和朋友啊，还用他的忠诚和坚毅呢，书写下了一出流传青史、患难与共的传奇。而另一个哈明，那则更有点传奇色彩啊。这个人呢，不是汉族，他是蒙古人，但是从其行为来看呢，他似乎并没有趁着战乱站到自己同胞一边以邀功，而是对朱祁镇竭尽忠诚。其行为着实可以让无数的所谓忠义之士汗颜。正是有了这两个人的帮助，朱祁镇才得以战胜一个又一个的敌人，克服无数的难关，最终获得自由。朱祁镇呢，是一个政治嗅觉不敏锐的人，听到喜宁的远征计划之后啊，他没看出喜宁的险恶用心啊，拿不定主意，便去呢这个询问袁斌和哈明。这两个人一听啊，闻言大惊，立刻告诉朱祁镇：“不行，此去极为凶险，天寒地冻咱们且不说啊，大哥您会骑马吗？你就算没饿死没冻死，到了边关守将不买您账，您怎么办？”这一番话一说，朱祁镇的后背和冷汗蹭蹭直冒啊，立刻下定决心，无论如何绝不随同出征。打定主意以后呢，朱祁镇啊坚定态度，对喜宁的计划推脱再三，还请出伯颜帖木儿等人多方活动，最终呢这一南侵计划暂时就搁浅了。就这么着，朱祁镇在袁斌和哈明的协助之下赢得了这个回合斗争的胜利。就这样，朱祁镇、袁斌、哈明团结一致，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坚持与命运的抗争。但他们逐渐的发现呢，要想生存下去可能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有一个人十分不愿意让他们继续活着，非得置他们于死地。那这人谁呢？喜宁。喜宁这死太监呢，十分厌恶朱祁镇，也十分讨厌忠诚于他的袁斌、哈明，因为你看这是可以理解的呀，在背叛者的眼中，你们不做背叛者我怎么办呢？对不对？所有人都应该是背叛者呀。而袁斌和哈明呢违反了这一规则，他多次向野县进言：“赶紧把朱祁镇杀了。”但是由于有伯颜帖木儿的保护，再加上野县的政治考量，这个建议呢就一直没有得以实施。于是他灵机一动，干脆呀，我不杀朱祁镇了行吗？我拿你身边的人总没问题了吧。哎，想拿袁斌开刀，可是又苦于没有借口。哎，这个时候呢正好有一件事情的发生，几乎促成了他的阴谋。事情呢是这样的，野先为了缓和与明朝的关系，也是为了将来打算，决定把自己的妹妹嫁给朱祁镇。但不知是他的妹妹长得不好看，还是朱祁镇不想当这上门女婿，反正就是一口回绝了。但是毕竟自己还是人家囚犯嘛，人家绑匪愿意招人质当女婿，那很给面了，万一要是真把野先给激怒了，吃不了兜着走啊。于是朱祁镇就想了一个很绝的理由，拒绝了这门送上门的亲事。朱祁镇说了，说很荣幸啊，您愿意把妹妹嫁给我，我也很想娶她。可是问题在于啊，我现在还在外边呢，打猎。这个打猎大伙也明白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北狩嘛，史书当中对于被俘皇帝体面说法嘛，对不对？哎，我现在我在你这儿打猎呢，虽然想娶您妹妹，但是呢，于我们这儿来讲啊，礼仪不全，这玩意儿太失礼了。等我回去以后啊，我这郑重其事的，我正经八百的，我再来娶您妹妹，你看怎么样？朱祁镇打了个太极拳，所谓嫁玄而后聘，你想让我娶您妹妹，好，你让我嫁玄就先让我回去。一来二去呢，又推到野仙身上来了。野仙虽然粗鲁，是个莽夫，但是他不笨，他听了这个回答立刻火冒三丈。哦，等你朱祁镇回去再说，那我等到什么时候？猴年马月啊，老子不想放你呢。野仙这才感觉到这个人不简单，貌似文弱的这个年轻人其实啊狡猾狡猾的。
他很想砍两刀泄愤，可是考虑到政治影响呢，想了想就咬咬牙得了。正在这个时候，喜宁抓着这机会向野贤告密，说我告诉你啊，这些话都是袁斌和哈明唆使朱祁镇说的。这小报告太厉害了，野贤正愁没人撒气呢，把矛头对准了袁斌和哈明，开始寻找机会想把这两人宰了。所幸的是朱祁镇呢得到了消息，就安排袁斌和哈明呢和自己住在一块儿，时刻的不离。野贤碍于面子，也很难在朱祁镇面前就动这个手，袁斌和哈明的命呢这才保住了。但是朱祁镇毕竟不能24小时和袁斌哈明待在一块儿，他也有外出的时候，虽然这段时间很短，但是呢也确实酿成了大祸，差一点就成祸了。说有一回呢，朱祁镇呢外出探访不言天门，回来发现袁斌不见了，大吃一惊啊，询问左右的人是什么情况啊，哎，得知是野贤派人把他叫去了。朱祁镇一听坏了，一拍大腿，赶紧呢顾不上其他，问清袁斌出行方向，立刻就追出去了。朱祁镇不会骑马呀，只能一路小跑啊，虽然汗流浃背，但是不敢有丝毫的停歇啊，因为他知道袁斌这一去啊可能就回不来了，如果赶不上可能只能见着人头了。好在上天不负有心人，体质虚弱的朱祁镇紧跑慢赶，终于呢还是追上了袁斌。不出他所料，野贤派来的人正准备把袁斌宰了。此时的朱祁镇体现出他最强硬的一面，他眼见着袁斌有难，跑上去怒斥野贤派来的人以死相逼，绝不允许他们杀了袁斌。那些人看到这个平时文弱不堪的过期黄历竟然拿出玩命的架势来了，也都被吓住了，于是乎呢就把袁斌给放了。就这样，朱祁镇呢用他的勇气呢从野贤的屠刀之下把袁斌给救回来了。但是他同时呢也都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不除掉头号的卖国贼喜宁，这种事情啊可能还会发生，到时候时局如何就不好说了。为了能够解决这个心头大患，朱祁镇经过仔细考量，与袁斌哈明密谋，定下了一个完美的计划。景泰元年元月，这是朱祁钰的年号啊。朱祁镇突然一反常态，主动找到野贤，表示愿意配合他去京城要赎金。野贤闻言大喜过望，他正缺钱花呢，这位人质竟然主动要求去要钱，实在是出乎意料之外。他连忙询问派何人前去，何时动身呢？朱祁镇却不慌不忙地告诉他，什么时候动身都可以啊，但是有一条件，就是派去的使者得由我来指定。这个条件在野贤看来，这不算是个条件吗？你不是开口要钱吗？要吧，你什么都好说，立刻就答应。于是呢朱祁镇呢看似漫不经心的就说出了他早已准备好的两个人选，当然了里边肯定有喜宁一个嘛。朱祁镇提出了他的条件，等待着野贤的回复，而野贤似乎啊早已经被喜悦冲昏了头脑，他哪还在乎派出的是谁，别说喜宁了，你就是喜什么玩意儿他都只要把钱拿回来就行了，满口答应了，并且立刻下令喜宁准备出发。我喜宁呢倒是对这一使命很感兴趣，他原来啊就在宫里边当太监，之后呢又当走狗，现在居然给了他一外交官的身份，哟啊，哎呦，这个可以威风凛凛了，我就可以出去这个转悠转悠了，这是光宗耀祖的好事情。但是他绝对想不到的是，他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而此时朱祁镇则是长吁了一口气，当他看见野仙满脸喜色的时候不住的点头的时候，他明白自己这圈套奏效了。在之前的几个月当中，为了除掉喜宁，朱祁镇与袁斌和哈明进行了反复的商议和讨论，最终决定借明军之手杀死喜宁。但是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把喜宁送到明军手中，很明显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喜宁派去出使明朝，但这必须要野贤的同意。如何让野贤听从自己的调遣呢？哎，经过仔细考量，他们找到了野贤的一个致命弱点，这人贪钱呐，便商量由朱祁镇呢主动提出去向明朝要赎金，并建议由喜宁出使，而野贤大喜之下必然应允。事情的发展和他们预想的完全一致，野贤和喜宁都没有看破其中的玄机，圈套的第一步圆满完成了。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二步了，而这一步更加关键，就是如何让接待使臣的明朝大臣领会朱祁镇诛杀喜宁的意图。你要知道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如果不说清楚，明朝是不会随便把瓦剌使者杀掉的，而要想互通消息还需要另一个使者的这个帮忙。他们为此呢又选定了一个人充当第二使者，这个人呢就是高欢。这个人的具体情况不详，在被俘明军当中呢他只是个不起眼的低等武官啊。那么为了保密起见呢，他事先没有得到指示，所以呢他一直以为自己真的是出去索要赎金的，
直到临出发的那天夜里，趁着众人都忙于准备之时，援兵暗地里才找到他，塞给他一封密信。他看过之后，这才明白自己所行的真正目的。信的内容呢，十分简单，笔报宣府，设计秦宁。当然了，这些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野仙和喜宁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就这样，喜宁带着随从的瓦剌士兵趾高气昂地朝边关重地宣府出发了。他有充分的理由为之骄傲，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以外交官的身份出使，当然了也是最后一次啊。他更不会注意到在自己的身后高班的冷冷的目光正注视着他。使者一行人日夜兼程赶到了宣府，接待他们的是都指挥江福。正如朱祁镇等人所料，江福啊并不清楚这一行人的目的，以为他们就是来要钱的。应付了他们一下之后，我们就准备啊干脆把这帮人打发走得了。喜宁自然不满意嘛，而高班呢却另有打算。他找了一机会把自己所行的真正目的告诉了江福，这时候江福才知道这哪是来要钱的，送礼来的呀。这礼是什么呀？喜宁的人头啊。于是江福突然之间态度大变，表示你看，既然使者这么远来一趟，那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咱们在城外设宴啊，请使者一行吃饭，你看怎么样啊？喜宁一听那了得，以为事情有转机，十分高兴，欣然赴宴。可是他刚到地方，那屁股还没坐稳当呢，伏兵依然是杀出，随从的瓦剌士兵纷纷投降。喜宁一看坏了，这个事儿要出事，回头就去找高班去，想和高班一起赶紧走，却不料高班突然大喊擒贼，并且出其不意的紧紧的把喜宁给抱着了，众人一拥而上把这个卖国贼给抓着了。到这个时候啊，喜宁才如梦初醒，坏了，这外交官生涯到这儿就算是完了，往日不同今时啊，他也指望不了什么外交豁免权了，等待他的将是大明的审判和刑罚呀。至于喜宁先生的结局啊，史料里边有不同的记载，有史料里说呢，他让人削了手了，他们脑袋剁了，有的呢说就被凌迟了啊，给剐了，反正那不管怎么样，他总算就是这人是死了，结束了自己那可耻的一生。喜宁的死呢，对时局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此野仙失去了一个最为得力的助手和情报源泉，他再也无法随心所欲地进攻边关了，而朱祁镇则为自己的回归扫除了一个最大的障碍。所以当喜宁的死讯传到朱祁镇耳朵里的时候，朱祁镇是兴奋的都说不出话来了，而袁斌和哈明呢也是高兴异常啊，他们似乎已经认定自己回家的日子不远了。喜宁死了，不会再有人处心积虑地要加害朱祁镇，野仙呢似乎也对朱祁镇失去了兴趣，屡次表示啊，只要明朝派人来接，我就把你放回去，并且已经多次啊，这个派遣使臣表达了自己这一愿望。看似朱祁镇回家之事已经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使者不断的派过去，明朝那边却一直如石沉大海，了无音信。你这是什么情况呢？朱祁镇知道自己的弟弟朱祁钰啊，已经取代了自己成为了皇帝，可是这些他并不在乎，因为他明白，以他在土木堡的失败和现在的身份，就算回去，他也不可能再当皇帝了，而他的弟弟取代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说到底他就是想回家。他不断的等待着家里的人来找他，来接他，哪怕只是来看看他也行啊。可是现实总是让他失望，他逐渐的明白，他想家，可是他家里人不想他呀，而他当年的好弟弟，现在的皇帝朱祁钰似乎也不希望再见到他了。野仙固然已经不想再留他了，可是他弟弟朱祁钰也不想让他回去了，朱祁镇就成了一大包袱了，没人喜欢他，都想让他离得远远的，越远越好，这才是朱祁镇最大的悲哀啊。作为领导了北京保卫战的皇帝，朱祁钰的声望是达到了顶点，而相对于他打了败仗的哥哥而言，此刻的朱祁钰早已是众望所归，大臣们向他顶礼膜拜，百姓们对他感恩戴德，而这种号令天下的快感也使他终于明白了皇权究竟是有什么样的魔力，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要来争夺这个位置。他倚在龙椅上，看着下边跪拜着的大臣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和舒适感。至于好哥哥朱祁镇，你还是继续在关外打猎吧，那里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我相信你会喜欢并且习惯这种生活的，当然你要是就这么死在外边自然更好，那就一了百了。